阿公辛苦啊，说你咱你要载第二桌。是不是造成困扰？不是我在讲，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大型的学校，学生将近有2000个人，那在上学期间本来就是瞬间巨量，那因为这个时间是家长的上班时间，所以一定是一个高峰期，所以每天一定都是这样的状况，所以这是正常的。